三公子，赶紧打电话，把老刘叫来。另外，让交警队帮个忙吧，查查是在房车，看看车主是谁，再和他们的家属取得联系。快，是。好，您看看这个来。看看颜色也彩呀，桃儿，这儿双男士胶鞋印儿，还有不同花纹的鞋印吗？没有了，看来一个人作案就比较大，再找找，指定还有。喂，我是周明凯。好，我马上就到。这个人是凌晨3:30在文和街路口被我们督察民警发现的，他身上有血迹。好，就这，把门打开吧。小刚，多大了？22了。家住哪儿？东郊区东坝乡陈家村。大半夜的，一个人在外边瞎溜达什么？昨天我哥娶媳妇儿，我回陈家村了。今天连夜赶回城里来上班。在哪上班？就在文汇街的石威乐餐馆里当小工。嗯。陈小刚，你身上的血是怎么回事？我昨天我家里宰猪不小心给弄上了。回到城里来上班，不换身干净衣服啊？我就这两身衣服，这是一身，餐馆里还有一身，我得回餐馆才能换。站起来，把衣服脱了，把上衣脱了。谢谢了啊，三棍子。嗯，有劳你，把勘察箱给我拿了。哎，谢谢。来，喝口水。哎，谢谢。哎，我的呢？没你的。哎，周队，你有没有发现啊？你们刑警大爷放个屁，我们派出所片警啊就得跑断气，是吧？啊，谁让这事发生你们片区呢？活该。哎，你这没人性的，你说什么话呢？这水别喝啊，给我放那。看见了吗？就一口水，小心眼儿。就是。哎，周队，这是什么宝贝？梵高给的小玩意儿。把陈小刚放了吧。为什么？这是动物的血。动物的血。回见啊，老乡。哎，再见啊，周队。小三，再见啊，回见。别再见了，麻烦。周队，我们现在去哪儿？回现场。是。Thank you.
往桌上扔什么东西啊？那么脏，我们这桌子要吃饭的。这胶鞋被水一泡，狗鼻子不灵了。哎，长路，哎，待会儿啊，你把这上面的指纹取下来，这没准是罪犯留下的唯一线索。是。哦，对了，交警都已经查到车主的姓名了，他叫汪洋。汪洋父母对尸体进行辨认了，确认这死者就是他们的儿子。这个汪洋是一个外企的白领，昨天是他25岁生日。他和他的女朋友苏西在家里吃完晚饭以后，开车出去兜风。因为他在东郊有一个自己的房子，所以他的父母对他昨天晚上没有回家并不在意。就是说，这对情侣去外出兜风的时候被人害了。没错。这案犯跟这情侣到底是什么关系啊？是陌生人假意搭车，还是他们俩的熟人趁着和他们一起兜风的时候下了手呢？霍金啊，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猜测都是靠不住的。哎，郝佳，嗯，医院里你采集那东西查到了吗？早上才交给范刚，起码等到下午吧。不用等了，结果已经出来了，没有发现性侵犯的痕迹。不过有个好消息，根据子弹壳的编号和弹头的模拟，我们已经确定了子弹源和枪源。范高这小子就是快。说好。根据两颗子弹壳的编号啊，我们可以认定是同一批生产的子弹，而且我们根据公安部的枪支弹药管理网查到，这批子弹是3年前作为警务装备配发给了绵阳市公安局，其中以这两颗子弹在内的18子弹配发给了刑警队一名叫李浩的侦查员。喝什么水？赶紧说！哎呀，我的姐姐，你让我喘口气儿嘛。非常不幸啊，这名侦查员单独执行任务的时候，发生了翻车事故，死亡了。等公安局同志找到他的时候，他的配枪和18子弹都不翼而飞了。那很有可能是最先发现车祸的那个人把枪给怎么了？你把5四枪的情况查得怎么样？嗯，查到了，枪身号是 DC35429T， 来福线和撞针特点都被过案。梵高仔细对比过，已经确认是该枪支无疑。哎，这把枪从失踪到现在有没有犯罪记录？没有。不，准确的说，从昨天晚上开始，这支枪有了犯罪的记录。阴阳师。你好，二队。好，谢谢，我们马上到。头。苏西要求见警方。好。感觉好点了。你要是身体不行的话，我可以改天再来。我要连性命都失去了，我怎么能？昨天是王阳25岁的生日，吃完饭以后。把车开到了郊外，当时他就把车停在马路边上，在月光下。现在你知道我心里想的是什么吗？真是想求婚。咱们快点，快死了我就打死你！啊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快点，往前开！不许走，王昭！你给我往前开！你不许哭！兄弟，老兄，咱有话好好说啊！能把这要命的玩意儿先给收起来吗？不行，不许说话。
老邱，老邱，你想要什么？我可以给你。上哪我送你，把我老婆先放了，行吗？不行，想打报警是不是？我在车上，他不会报警的，你得信我。不行。 右左，右左，这叫右左。苏西，快下来，快！好，苏西，站住，不能我打死他！别管我，快跑啊！对不起，警官，病人不能太激动。 你看今天的谈话就到此为止吧。对不起，大夫。对不起了，苏西，很难过了。不，医生，不要让他们走，只有让他们了解情况，才能够抓住凶手。可是你失血太多，又刚缝完手术。我没事。 医生，我认识我去。当时我看见你歹徒，你强顶着我们的头，你瞬间。 别管我，快跑啊！冲进来站住！我开枪了！别管我，搞完了，快跑！跑啊！王阳，王阳，你怎么那么傻呀？我不离开你，但是我要和你在一起。真是看不出，还是一对情种。冲进来，把戒指摘下来。 快点照我的话做，不然我就打死你！戒指给的，快呀，快给他！快点！把钱包掏出来，把钱拿出来，全部。给，给你。你的呢？我没带钱包。那还有什么值钱没有？都给你了，该让我们走了吧。 已经到了另外一个冷冰冰的世界，周围是那么的寒冷，一点声音也没有。后来，我听见隐隐约约有汽车经过的声音，我才知道我还活着。我知道，我手里。 从那个歹徒身上扯下来的东西，我就一点一点往公路上爬去，每条路都有路数。
是算是太差，甚至感觉比你生前过得更悲惨。凡事只有一个念头，我一定要爬到公路上去，我必须活下去，我一定要让那个杀害了王阳的凶手黑白偿命。你做到了，苏西，知道你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姑娘，你现在需要的是好好养伤，剩下的事儿交给我们来办。好好养伤，小混球，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啊！哎呦，玉子，辛苦辛苦辛苦啊！哎，今天是什么呀？自己看。嗯。哎，指纹比对的怎么样了？嗨，没戏，全是汪洋自个儿的。那就是说，歹徒逼着汪洋自己掏的钱包啊？没错。哎，我回来了。哎，咋？三棍子，有线索了吗？没有。哎，这盒是我的吧？去去去去去。没线索，你还想吃饭？真是怎么了，三儿？我们二队啊，办案有一个原则：案联合办，饭各吃各。嗯，得了吧你！想当初你抽调到我们一队的时候，什么你不吃啊？抽我的，喝我的，他连袜子都穿过我的，还跟我说这个。这小子，多少年的事儿，这小变天账还记着呢啊！快点，让他吃吃吃吃吃吃吃。吃就吃，撑死你！哎，怎么没肉啊？你还挑三拣四了你？呵，不是。哎，这就是你们找的那裤帕啊？嗯。刚才我在外围扫了一圈，好像。好像什么？好像，在离现场一公里那儿有个叫白沟的地方，在修聋哑学校。那儿的建筑工人啊，穿的都是这样的蓝色劳动服。哎，怎么了？别支了，出发！哎，去哪儿呀？吧你，去哪儿？施工队啊，共有86个人，暂住证啊都是按规定办的，这个你们放心，不会有什么问题的。那你们这儿的工人，每人有几身服装？一人两套。按规定，必须在工作的时候穿吗？我们都是这么规定的。不过有的工人家里穷，就拿一套寄回老家吧。这些民工都是哪的人啊？不瞒你说，哪儿的都有点，什么常熟啊，广安。还有德州的，哦，还有明阳的。虽然施工队伍嘛比较复杂，但是施工的技术还是蛮过硬的。昨天晚上，你们这儿有谁出去过？这个我不大清楚，不过我可以去问问。呼叫总台，呼叫总台，迅速通知周明凯，火速赶到东郊白沟的聋哑学校建筑工地。警察，你们这是？别担心，查个人而已。档案记录上说，这把手枪在丢失的时候，案犯手里至少有6发子弹，所以局党委指示，在保全自己的情况下，尽量把损失做到最低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这他们民工的花名册。好，我查了一下，他们一共是86个人，有28个是来自民阳的，而且他们都正好住在一起。好，伙计们，
就按第一套方案开始吧。是是。主管，对不起，您贵姓啊？啊，免贵姓梁。哦，老梁，看来你这儿不得不暂时停工一天了。抓歹徒是我们应尽的责任嘛。再说了，我总不希望一颗老鼠屎毁我一锅汤嘛。那就谢谢你了，于亮。哎，看来得请你那些朋友出山了。我的朋友？谁啊？还有谁啊？小花山上的一群朋友呗。嗨，警犬啊。好伙计，这下全该你们的了。来，闻闻。出发。来来来，他们来了。大家都听好了啊，市里紧急通知，昨天晚上啊，在咱这附近发生了一例传染病患者，为了杜绝蔓延，必须进行彻底的清扫和消毒。这是防站的同志们，请大家配合好，听清了吗？听清了。昨天晚上这间屋子有谁外出过？是吧？有谁外出啊？昨天晚上这间屋子如果有人外出的话，接触传染病患者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。这是抗传染病的特效药，谁外出的就过来拿吧，否则的话对你们自己生命有危险，而且很快就会将传染病传给你们的同屋。谁出去了？举手。三给你，拿着啊。好。还有吗？艾米吗？不是还有你吗？我。你怎么不自觉啊？你是不是故意想把病传染给我们？我又没走多远，我就在门口站了站。那也算。怎么不算呢？出了这屋都得算，对不对，医生？对，这个药是免费的啊，大家别不好意思来拿，来拿着吧。还有吗？没了没了，就他们四个，其余的都在屋里了。好，行，那你们四个跟我来测下体温吧。还有谁？这个药是政府免费提供的啊。哎，雷副总，你怎么不动啊？昨天晚上我接你出去了。医生，会不会隔离啊？下个星期我还要回家看我妈呀。什么看你妈？是看你媳妇儿吧？有我们守花乡，哎，要不赶紧把药吃了，只怕永远也见不到他们了。行了，你们仨跟我去量体温去。快走啊！你怎么不动了？上去。刚才那几位的衣服和裤子找出来，得消消毒，这个不是闹着玩的啊。还有那还有我的，拿好，好嘞，好消消毒。看脏，来还有吗？哎，37.2。来聊一衣服。下一个，幺警。这是谁干的？是谁把工作服扔到池子里的？他就是发的，他那也是花钱买的呀。
败家子儿，王八犊子！等我查清了是谁干的，立马卷铺盖给我走人！怎么样，李亮？头，案子很狡猾，用布擦破箱子，没有刘洋。草惊蛇！我呸！你以为我跟你一样笨呢？中头三，谁问？哦，警官来了。阿姨你好。你好，请坐吧。苏姐怎么样？好点了吗？警官，还需要做什么吗？不需要，你已经帮到我们大忙了。我来，是把这个交给你。不是时候，我的方阳再也回不来了。警官，啊，既然你们已经找回戒指了，那那个罪犯呢？那个混蛋在哪儿？苏西。你再给我们一段时间好吗？为什么？因为，在那几个嫌疑人当中，我们现在暂时还不能辨认谁是真正的凶手。让我去，我被他劫持了半个多小时，我能认出他来。可是那个凶手是戴着面罩的。让我去吧，我一定能认出他来。苏西，为什么不试一试呢，警官？我是唯一和他有过接触的人，让我去吧。明娃四十码，姚奋斗四十码，张玉年四十二码，还有来福子也是四十码，赵锁柱三十八码，石子华四十码，陈忠民四十码，完了。四十二码的张玉年和三十八码的赵锁柱可以先回宿舍。那我怎么跟他们说呀？那好办，就说他们体温完全正常。头，还出了俩，还剩五个，您说怎么办？实在不行，指挥机讲吧。想来辨认，这谁的主意啊？我，他已经在车上了，是我把他接过来的。好家伙，他伤得这么重，再说了，案犯的相貌他未必能看得那么清楚。听着，把他给我送回去。可没有什么可是，回去。好，如果送戒指的人是你，我相信你也会这么做的。我说过了，办案不要掺杂个人的情绪。我不可能不参加个人情绪，你想想，
一个女孩子一夜之间她连中三枪呢，她的爱人被凶手打死了，永远不可能回到她身边了。是，我是警察，可我是人呢，我不是一部机器，我对她有权利这么做。爸，您说的也有道理。虽然苏西跟案犯呆了半个多小时，可是她并没有看清案犯的真面目。在这种情况下辨认，会出错。郭头，既然苏西来了，那就让他试一下。那就试一下。他，你真棒。你们呢，能配合一下，我先从左边开始啊。叫什么名字？张凤明。多大岁数？48。最近有哪儿不舒服吗？没有，脸一打。叫什么名字？来负责。多大了？24、6。嗯。最近有什么不舒服吗？嗯。叫什么名字？不到这个。26。叫什么名字？刘明华。多大岁数了？28。最近有什么不舒服吗？没有。好，记起来了。了解。张嘴。多大岁数？30。好，你们几个先留下来，再观察观察。有些事儿，这位医生会问你们的。苏西，对不起，真没有。关键的时候，这很正常。你能来到这儿就已经很了不起，别再关心了啊！过来，我们会想办法。过来，相信我。把水拿过去给他们喝。谢谢姐姐。这，谢谢姐姐。不能我打死你！是他。不能我打死你！难道是他？小妹不买牙膏和牙刷，你们不就问问小妹部的老板吗？来，福子，你以为你把所有的证据都扔在水沟和石灰池子里，你就能躲得过去吗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。你以为那个姑娘死了？她没死，她知道你说什么。我说你们行了，来，医生。就是你说的这个“椅子”，我把你给卖。你们那个村里到底要干什么吗？我一个乡下人在城里打工读书来挣点钱，为难我干什么呀？我什么都没做，我要回家。郝佳。给我个棉棒，快！怎么了？又发什么疯？一定是汪洋的血迹，因为他是近距离射击。
可汪洋的血迹怎么会出现在这儿呢？想想，一个有经验的枪手，他绝不会让自己手离枪击这么近，否则会把自己给擦伤的。你是说枪友？聪明，开枪的人一定是个新手，上面的血也一定是他开枪的时候自己留下的。苏姐，你放心，只需要核实一个问题，就可以结案。谢谢。涛，玉子。吃饭用哪只手使筷子？左手。果然是个左撇子。把你的右手伸出来。哎呦！来福子。你这个人面兽心的畜生！你手上这个新鲜的伤口，他就能证明你昨天晚上开枪的时候被你的枪给咬了。这是我干活的时候弄的吗？没用的，来福子，枪上的 DNA 就能送你上刑场。伙计们，收队。那好，那你就先等着吧。伙计们，我先行一步接葵葵了。再见啊！再见，头儿。哎，再见。看来啊，我们这流浪的人也要回家了。那当然，落叶归根嘛。嗯，祝你好运，熊掌和鱼。嗨，不就是熊掌和鱼吗？等着，我三下五除二把它通通都吃了。哎，好了，姐，你吃什么呀？能不能带着我？嗨，你懂什么呀？我们这是谈事业和婚姻的大事儿。就知道是。哎，鱼子儿，你今晚上自己吃饭，能不能带着我呀？老家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不是说好了今天我值班吗？废话少说，马上回你宿舍去。我的姑奶奶怎么了？唉，我这后半辈子恐怕鱼和熊掌不能都吃了。妈，不会听不见呀？妈，妈，妈，开门啊！芊芊，听到吗？芊芊，这大中午能去哪儿啊？谁知道啊？会不会没听见啊？不会。哎，你呀，别打电话了，上孟阿姨家看看去啊。哎，对，那也好，你等我啊。温阿姨，是莲玉呀，哎，进来坐吧。不了，阿姨，我来是想问一下，我妈带着倩倩去哪儿了，您知道吗？
哟，我还真不知道，我这两天呢也到女儿家去了，今天早上才回来的。哦，刚才送杂志的喊了两声啊，看没人答应，那杂志还放到我这儿了呢。哦，我以为啊你妈上你那儿去了呢。没有啊。哦，前天呢我要值夜班，我就把倩倩呢送到我妈这儿来了，本来说好了我昨天就来接她，可是我打电话了家里没有人接。哎呀，我一想他们娘俩肯定玩得挺开心的，那就让倩倩再陪我妈一晚上吧，所以这会儿才来接她。你说这娘俩能上哪儿去呀？哎，是不是去医院了？你妈前两天跟我说呀，关节炎又犯了。哦，别着急，再等等啊，你进屋里坐吧。不了不了，阿姨，谢谢您啊。哎，再见。哎哎，慢走啊。花亮。啊。温阿姨也不知道咱妈去哪儿了。那怎么办啊？会不会出事儿啊？打电话也没人接，你看这。要不咱自己看看。哎哎哎哎，不用。那怎么要爬上去啊？那我驮着你，没事。能行吗？能行。来，你拿着包。我拿。哎，扶住了啊。哎，慢点啊。哎呦妈呀，慢点啊。